晚上好呀，因为今天化了妆，所以今天就直播了，但是就播一下下，我就要走，我就要去排练了。嗨，王一希，是哦，你是第一哦，你不是在上课吗，王一希？嗨，晚上好呀。等他们排练回来，我就下播，很快。明天五场啊，是哦，明天五场，明天好像要在剧场待一天，多快，很快就是很快。今天真的吗？天哪，太抖了，太紧张了，爬不起来，没关系，反正是两点钟开始，所以说那什么，今天吗？谢谢你，谢谢傻窝窝的秋天的奶茶，谢谢一份咖喱的玫瑰花 ，Hello 呀。晚上好，我很快啊，我发个公告吧，发个10分钟的公告吧。谢谢到手园的一个口红。今天干嘛去了？今天去了吴伯涵的 mini live。真的吗？你们不要骗我！哎呀，我都不敢回看，就是很抖，很抖。在我现在就从他 mini live 下来之后，我就觉得。想马上把我3月11号的 mini live 给他取消，没有开玩笑。谢谢 WSTUG 的玫瑰花，没有了，开玩笑的，不是。但是可能会11分钟或者12分钟，看他们就是排练完回来什么时候，因为要去过脱口秀了。谢谢二狗子的草莓蛋糕，对，我的歌单都是小甜歌。就我选的基本都是，谢谢桑的信封，关不掉习惯了，哎呀，那就好，反正习惯就好。唱歌，我的天哪，这是我到现在为止第一次当着大家这么多人的面唱歌，献给了吴伯涵的 mini live， 我在直播都没有当着大家面这么唱过一首歌。谢谢傻窝窝的玫瑰花。嗨，晚上好呀，元宝好，我要替你给他问好的。有喜爱灰太狼主题曲吗？没有，哎，一首儿歌都没有。下周换个班哇，辛苦了。晚上好呀，以为今天不唱的，就是我也以为我今天不去的，就我一开始也是不去的，但是后来就去了。想问今晚能不能早睡？不能，因为现在已经11点18分了，我还没有卸妆，我刚过完了不锈钢。然后脱口秀还没有过，所以说，谢谢小杨的桃花风铃，谢谢你桃花风铃哟，谢谢你，哇，我这个爱心这么标准的，嘎嘎标准，哥们，我这个爱心这么标准的呀，看呀，哦，不太，明天晚场，明天是午场，哇，你的头像确实，我也觉得这张照片可好看，哥们，明天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大家讲话前面都要加个哥们。哥们是不是上海的一个什么口头禅，还是一个语气词吗？可以卸妆，下播了我就去卸妆，然后再去搞脱口秀。谢谢小杨的荧光棒哦，就是哥们就是上海的口头禅或者一个语气词是吧？是嘉兴路的口头禅。我今天回来就听到于家卫和熊子怡一直都在哥们哥们，然后我就学了哥们。其实我明天要在剧场待那么一天呀，10分钟，哥们我11分钟不好吗？无语啊，送完啊，这么快就走了，拜拜，那下次见吧，我就不留你，那我就不留你了。谢谢小保安的两个荧光棒，习惯用语根本好的呀，哦，是这个样子，上海话，那你走，别呀，我要等他们那个，因为我自己待着也是待着，他们去过一点点了，然后熊子毅他们去过那个剩下的东西了，所以我现在就一个人，我就播一播，播到他们回来，我就马上就要走了。谢谢图灵机的草莓蛋糕，睡剧场，今天晚上吗？明天好吧，明天见吧，明天下午。啊，这么快，下一秒拜拜，这就是林佳怡吧？对，就是林佳怡就是这样的，怎么办呢？哎呀，一点都不甜。嗨，晚上好呀。看他们什么时候回来吧，他们如果回来的快，我可能10分钟不到我就要走。我今天有大小眼，你发现了？我已经有点肿，
怎么又是五场？是吧？怎么又是五场？好了，他们回来了。哥们，你们跳好了？太好笑了！我在直播。啊，那太好笑了。哥们，你那个大道具拿回来了没？哥们，我在那跳一下，小后背突然进来了。哥们，刚刚害羞的呀。哥们，小后背进来你就害羞啦？对呀、啊，害羞。看他这个造型。哥们，佳薇姐姐心头一紧啊。佳薇姐姐心头一紧还是你心头一紧？她心头一紧啊，跟我说。哥们，你跳舞，她心头紧什么了？她替我害羞啊。早点下，对，马上就要下，但是舞伴还没有回来。哥们，你们要不要先去睡觉、啊？舞伴要去排练去了呀，刚遇到他了呀。对啊，他们不是在排一点点吗？对啊。你没在一个教室吗？他跑我们剧教室去了，他拿东西去了。小熊那小后背，对，就是，哥们舞伴还没有回来，我根本也排不了脱口秀，哥们我要再等一下了呀。哥们是的呀。哥们怎么办了？哥们没办法呀，不要哥们了，哥们只能这样等待。哥们只能等了，你们要哥们陪我一下吧。哥们可以的呀。哥们陪不陪了？哥们刚刚了。哥们我再等一下吧。哥们那我要不再等一下吧。你干嘛、啊？哥们排完了我才能。旁边去看一看呀。那哥们陪我一下呀。哥们不陪怎么样了？哥们不陪我也没有办法了呀。哥们不陪的话，那只能 say goodbye 了呀。哥们不陪嘛，我就马上下播了。互补嘛，就好像是上海话的开头。哥们喝个什么呢？哥们还要喝啊？别哥们哥们了，听得好难过呀。吃个小勺子，是不是？我要吃一个小果冻。哥们晚安了，那哥们大家先去睡觉，先去睡觉。哥们不要走呀。哥们我的粉丝要睡觉了呀。哥们不要睡了呀。哥们起来嗨呀！哥们嗨一下呀！哥们你的果冻这么大，我的果冻这么小的啦？怎么有人自己吃这么大的果冻，我吃个这样的果冻，到底哥们到底下不下？哥们要等武博涵回来了我才能下呀。哥们有谁在说话呀？哥们好多人说话了呀。哥们，煮呀！哥们你吃不吃大果冻啊？哥们你吃好了。哥们你吃呀？我不敢呀。你别那么小呀！哥们你不吃，你还在那里说。武博涵不知道什么回来，他去。哥们你撕，给我撕一下呀！哥们我吃大果冻，明天要肿了呀！哥们怎么吃小果冻了呀？哥们中毒了，有什么区别了？哥们，那武博涵去排一点点了，要等他回来，他回来才能排脱口秀，所以我只能等着。我真不懂为什么脱口秀把我的名单从把我的名字从名单上划掉了。真的，完了。我去问一下姐姐。哥们这个能忍的？哥们这个肯定不能忍的呀。哥们你去问呀。哥们肯定要把我内定第一的呀。哥们你现在去问呀。哥们我在找他呀。哥们五号握手会，大家跟我一起哥们好吗？这个，闪吧，这是我好像是我大三的时候买的，就放在那里。我个果冻，这哥们就一点点大呀，这怎么办了？一口一个的呀。哥们明天水肿了呀。哥们我不会肿的呀。哥们我们俩肯定会肿。那你吃什么了？哥们你有本事别在昂上套东西、啊。说哥们都不大，因为不是哥们是哥们，就是上海话就是哥们，你不感觉很嗲吗？不是那个东北那边哥们，不是那个哥们的哥们。买了这么久，哥们一点点不是我和小五，很正常的呀。哥们我和小五又没有绑定了，蛮嗲的是吧？今晚睡觉都是你不，我一直觉得上海话都很嗲的呀，就是哥们哥们不是很嗲的。这两个字和嗲什么有什么关系？就是不知道，在我的印象里，我就觉得上海话很嗲。就比如说，你怎么这个样子的啦？是不是上海口音？像我们温州话就会，你怎么这样嘛？会有嗲的感觉吗？我就觉得上海话很嗲。一个是你生气的时候，一个是你不生气的时候。我生气的时候会说你怎么这样嘛？这样吗？哥们。给哥们开个门，哥们到家。不行，哥们我还是要吃个。哥们别吃了呀。不会手肿的呀。那你明天跟我一起套橡皮筋了呀？哥们肯定要套的呀。那你有橡皮筋吗了？没有的呀。哥们我又不想借给你了。哥们你不是不水肿吗？哥们你为什么还要再跳那个套橡皮筋啊？哥们你怎么这个样子的呀？哥们怎么这个样子的人啊？小心心呀，哥们。我昨天。我对公演前就是在耳朵上套了两个小的橡皮筋，因为那个样子脸就不会肿了。到化妆前脸就会，根本会是水肿，就是不水肿。会啊。然后熊子一看到吓死，他说为什么要在耳朵上？我很小口的呀，套橡皮筋，根本吵死了呀，安静一点呀。根本我在跟他讲话嘞，根本不能悄悄讲的。根本你不是要下了吗？根本吃过。
我都用筷子的，根本管不到嘛。无语啊，根本嘴巴小吗他？对啊，根本你能找到小子给我了。根本我们因为上海人是吧，我们就说不过他，这就下了。对啊，就是要下，不能不下。是我弄筷子干嘛啦？根本全倒出来，根本你做反的，根本就有张纸呀，根本你擦干净呀，根本就有张纸才能擦干净呀，真无语，很吵吧？不是。不是潮湿，就是很热闹。这两天房间很热闹，很开心。一六不在吗？一六在哪儿？一六在自己房间里。因为小熊这两天睡在二八。哥们，你要哥们把手机给我拿下。哥们是哪里？我邀请你了。哥们你自己不会拿的呀。哥们手机给我拿下呀。哥们你手不是成了吗？让他们俩打一架，他们俩总有一天会打起来的，快了，像电波一样。我觉得。小熊没室友没？小熊室友，有吧？有小熊室友是那个专家，S 队朱涵家。小鱼对啊，小鱼很厉害的，小鱼气势很足的，小鱼中气很足的。我这个什么东西？对啊，毕竟在他的地盘，他做主，他的上海主场。明天，哥们，明天机场啊，机场，朱涵家独守空房。也没有吧，他们就是互相不在自己房间睡觉，都不在。机长说，那机长要怎么说呀？机长说，哥们辛苦了，哥们晚拜拜，哥们辛苦了，哥们拜拜，这样吗？不行了呀，这样不来塞的呀，不可以这个样子的呀，太长了呀，讲话太长了，你们听不完的呀。那就明天再说吧，看我那个能不能。根本得出来，根本你讲那么多干什么？根本你直接打电话给他发过去啊！佳怡说拉了个群，怎么一直割摸？就今天很奇怪，我今天回来吃完饭回来就发现他们俩就一直在割摸，谁先割摸起来的？你们俩沉默。每到这个时候，他们就非常的团结，就很好笑。大家以后。为什么一到 KTV 就要晨光开场开嗓吧？准备就是开个嗓。昨天结伴看了好几遍，真的吗？昨天结伴确实还蛮可爱的，除了那个最后一段转晕了，就是动作稍微有一点忘记了，其他我还是看了很多遍。我可喜欢那个一拳超人了，我觉得太可爱了，那一拳超人。我可喜欢你被我弹飞的时候。弹飞？什么叫弹飞？昨天结伴是吧？昨天结伴我也看了很多遍，昨天确实很可爱。我就是不想吃了呀。贴吧在讨论我们各种版本，但是你把我的贴吧都给我拿来了，现在吗？自己拿呀，赔钱。我拿出来的筷子，是因为他们俩确实在这么跟嘛，我已经没有跟了。上来不就行了呀？那你去拿一点上来呀。后面不挤的了，挤的呀。哥们，万一要用了呢？万一我们家姐等会就饿了呢？我不会饿的，我吃饱了回来。你拉倒吧，我今天吃饱了回来。吃饱了回来，你看他出去吃饱了回来也没想着我们。哎，想着你们了。我不要筷子的呀，放上去浪费。练的手劲大。我只说你拿太多了呀。我被转迷糊的，本来都没有这么迷糊。我在排练的时候也没憋出来。天哪，我看了回放，我从竖着转被转到横过来。怎么有人这么大力？好呀，那么你早点去睡呀，那么晚安呀。那么早点休息，明天直播呀，明天直播过眼见呀。哥们，你可以跟他掰个手腕看看。哥们，你必须输给我的呀。为什么了？哥们，你比比他力气老大了。来呀！哥们，你不行的呀。来呀！来呀！哥们，你下来呀。哥们，我直播了，怎么下来了？哥们，你不能拍到我的呀。我当裁判啊。先握住啊。那要给大家看看吧。不来塞，我真无语。那大家怎么知道我们？怎么掰手腕？什么掰手腕？来呀！你们要进行掰手腕大赛啊！哎呀，你根本一秒结束，拉拉拉！我也要。是我那个，是我没有。等一下，快点！拉拉。什么？什么？你我说你很拉呀！你才很拉呢！刚刚你一秒就输给我了，你好意思吗？那是因为我没有做好呀！来来来。来呀，王一柳，王一柳，来！王一柳不行的，我行的，起来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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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吵啊！下来，我们这里好热闹啊！我
我们这里很热闹，来吧。你还有筷子吗？文物还有。你造反啊！我给你拿。谁让你造二八造反的？好丑啊！你怎么不穿衣服啊？啊！我这不是衣服，啊、给你们看。你怎么不穿衣服？穿了呀！你不要色色了。佳怡掀我裙子了。佳怡色色。佳怡没有，还没有，快点快点。佳怡拉拉。佳怡不是哦，来吧。佳怡是。来吧，快点。三一二二二。你看这个，快点，快点，一挤就出来了，大好不好？这太大了，是不是？快点，快点搬吧，快点，三二一，林佳怡不行，林佳怡不行，林佳怡脆弱五零，零都没你零，我跟你说，好押韵啊，好押韵，这啥意思啊？你以后要出原创歌曲吗？你要把这句加进去。我以后出原唱歌曲，哎，佳怡出吗？佳怡可以。为什么我出原唱？我出原唱歌曲。他们现在小朋友都这么。我不是零，我只是拉。满脑子干嘛？不知道这个呀。这个是不是太吓人了？哇哦！我说每首歌我都，我的天哪，你们知道吗？冲动。嗯。哎，你这个差。如果熊子怡选那首歌。跟别人有那个撞曲啊，别人的道具可能只有手掌这么大，他的道具有这么大，嗯，就可能别人拿道具是这个样子，熊子怡那个道具是，你再比划一次，别人道具，我说别人的道具是这个样子的，熊子怡道具，这个道具真的有这么大，我不给你夸张，有这么大。真的，然后我回来，我看那道具，我问他为什么，我说你为什么要买一个这么大的道具？要加进去吗？不要。对啊，他说就是因为，肯定是买个脸盆。哥们儿，你啊，拿着脸盆叫黑玫瑰啊？谁啊你？哎，这叫什么？哥们儿，我要修你的呀！修你的呀！他叫什么？哥们儿，熊子一搁这里凶人了。他叫什么名字呀？你拿脸盆跳呀！哥们，你错气死了！哥们，你已经把歌告诉人家了呀！哥们，你们也不知道的啦！受不了了，就很好笑。所以我希望明天他上场的时候，我已经播完了。这个舞步还怎么还没有好啊？他刚排，刚进去，都十一点半了呀！我要去把他，算了，让他先排吧，明天就演。那我们再聊一会儿吧。你找我干嘛？啊？报告啊，那演员写作业呢，于佳伟都没有作业，我小熊脑袋和身子王牌，但是我最近没有时间看那个熊子怡，我这里可热闹了，你想要谁我就都有，熊子怡王一柳于佳伟都在，你干嘛啦？我在练唱。你们好奇怪，元宝在吗？元宝也在，尊重每一个想要冉冉前辈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你想要冉冉前辈是不是？可以啊，我明天我要跟冉冉，哎 ，no， 不是在这里吗？冉冉前辈摸来摸去，不是在这里吗？啊，那明天就是咱们摸，看到没有？你不是要看冉冉前辈吗 ？no， 哎 ，no， 在这里呀。谁要看冉冉前辈的？我这里还有瑞哥呢。哇，我这里还有这个呢。有两位前辈吗？两位前辈真的没有。我这里还有这个呢。我来扫荡了。哥们，这是我补的货呀。小看熊不行呀，熊没有化妆呀。你知道了，你补货了。有没有？谁想看我？不会是我的粉丝吧？是你的粉丝，小黄人。有没有金？我这里点金眼现在没有。你有条微博转发，流浪费的放上去，被一千二转发了，一千二是什么东西？就是你有一天那条微博有一千二转发是吗？还是哎，你这样子忘恩负义。还有个小黄人，个老好人，但他的粉丝都是人啊，我的粉丝也是，我的粉丝是仙女，我的粉丝都是神仙。你的粉丝跟你一样，干嘛了？我是癫婆呀。那你粉丝好吃吗？是不是很好吃？你知道上次为什么你没吃到吗？因为他吃了四个，对，就是把他吃了，都被他吃了。本来去年就可以吃到这个，咳嗽了，好吃啊！想看元宝，元宝在窝里。元宝没化妆呀？元宝没化妆呀？一千二的转发，你发了什么？有一千二的转发，十分钟不可信，就是说十分钟
的那个前提在于我们还得一点点什么时候排完回来。嗨，晚上好呀，因为他不回来我们也没有办法排那个脱口秀。嗯，我知道明天我那个拿什么道具是吗？ cosplay 拿什么？对吧，我想拿这个。怎么可能？哥们卡掉了，好大一了吗？你没吃、啊、我以为你没吃。这里有那个，那有花甲粉。哇，刚进来就离开过去，刚刚没电了。真香哎！这里后面背后。哥们，我现在还没有。今天造型姐姐发了惊喜大赏。我哥们嗲嗲嗲嗲。金曲大赏写真集哦，我昨天也签了金曲大赏的写真。在吃啥？没有，一柳在吃那个猪油炸，好吃，太好吃吧？只有于佳伟不喜欢吃。今天造型姐姐给我推了一个，推了一个那个，我喜欢什么电视叫那个《咕噜咕噜魔法阵》什么？你说元宝像熊子叶？太好看了。这也伦理关系不大对头了呀！可是你干什么的呀？我夫妻相。哎呦！应该像吴涵吗？那像我的话，我跟吴涵不就……什么东西呀、啊？不太好。没有懂。你们昨天跳了节吧？哦，可能因为我们昨天我知道，因为我最近在住，对，而且你一抬头就是他看你，你看他，他看你，所以你们俩就那个元宝被黑的。为什么猫跟你长得像？好像还挺好看的，他说很好笑，叫咕噜咕噜魔法阵。他说那个向日葵那个大招，一放要放个7天，然后就是一个向日葵在那边嘎吱嘎吱笑，很好笑。我今天在后台听到了叶总的一句话，叶总的一句话名言：小别胜新欢。绝了，叶总。因为不是我们不是要那个吗？对，是动漫，我们不是要握手会了吗？然后好像有些握手会合影是不是可以，就是你想要两个成员一起合影这种，对吧？然后呢就好像有一些成员就没有排到一起嘛，然后呢我就听到他们后台 staff 们在社，就是那个在社交，应该交社吧，就是说啊要把放一起啊这种东西。然后呢，然后叶总就说，但是因为有公演这样就没有办法嘛。然后他，然后那个另别人说，可是那个有情人终成眷属啊，怎么可以把别人拆开？然后叶总顿了一下，叶总说，可是小别胜新婚啊。然后当时在后面听到，我又不敢大笑，我只敢偷偷笑，偷偷的笑，就是叶总真的很懂。我知道啊，叶总挺懂的，就他说的很对，小别胜新婚什么？没事，我跟他讲什么？没事，怎么了？没事。没事，你快播啊。对，没事，就很懂。这次可以两个人对啊，合影好像是可以两拍里的，好像两个人一起吧，但好像不是一张券两个人一起，可能要两张券两个人一起，我也不知道。哎呀，哎呀，你要干嘛呀？熊子毅家里真的养了一头狗熊，给我翻天翻地的，你知道吗？他把垃圾桶给踢爆了，我真无语。我去练习室要搁这儿跳给元宝看，怪不得元宝跟你越来越像。那可以和我还有叶总一起合影吗？那叶总应该跟王总一起。原来你磕这一个。他们什么？郝总说是我不配吗？不知道，因为也是第一次弄这个，所以叫王的夜吧。什么东西啊？你在说什么？那我们说，你轮着王总吧。你别参加完了，最后完蛋了。我真的还把这个露出来啊！但是我知道不行，所以就是没办法。谢谢哈哈 哈的荧光棒。哎，我差不多真的该走了，40分了。我走了，我离开了，我先去卸妆吧，再等他回来吧。这俩也太难磕了，他们都很会磕。明天见吧，明天要见一天呢，明天中午见了，晚上见。哦，不是，下午见了，晚上见，晚上今晚直播见。你真的好笑。就是到哪都要见，明天就是等着吧，让你们看腻掉。谢谢编号0901的信封，我们明天看腻，我明天一整个进行。你这印的什么鬼、啊？就是说见面的大动作。其实是走了。
谢谢哈哈哈的荧光棒，谢谢洗漱的七个荧光棒，我走了哦，拜拜。你这是手朵吗？你这是帕金森好吧？我又不是林佳怡的。你上次林佳怡哪个帕金森？你看人家走过来，你才帕金森，我知道了呀，我都不好意思。